老板，你娃生孤单。哎，奶奶，你好嘞，是生孤单嘞，这里嘞。孤单，我不得个孤单看哎，你到户外看，吃的好的也就。好好，您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好嘞。啊，这可以鸟洗洗下鸟啊。啊，看一下哪里啊？啊，你带了些菜是干嘛的啊？啊，带了凳子。带买凳子啦。哦，是出来买菜再买孤单啊？哦，就等存的那个。啊，存的那个，不吃。这个卖了，这个孤单也卖的啊？是啊。嗯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。这个袋子你拿了。不要袋子，不要让我丢掉了啊。丢掉了。嗯，这个等于要不等着挂牙了呀。这是以前的菜哇，是什么哇？啊，这里面还有两个啊。那个臭哇。两个臭哇啊，这是。这是以前的，那就到那，那就到那，那家困那里困去了嘛。是的，这个能卖到钱的话，肯定比你卖菜也划得来一些，是吧？是这样。这两个青青的啊，这是。这个是蜜蜡，这是蜜蜡，是以前拿来那个啥。个人个民风，按个民风个六五蜡。六五蜡。啊。这是那个陈树底下，你们那组织呢结出来的那个陈树油啊。这个很透明的嘞，看一下。嗯，看一下，这是蜜蜡的啊，两颗蜜蜡。很轻的啊，这个。这是随行的，等于就是三色结出来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看一下这个东西。你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了，这个东西的价格就是。我就不知道的，一个写的跟个古董看人，我这个古董。嗯，这一个是古董的话，那个。哎。嗯。哎呀，两个才三十克，三十多一点的啊，三十一克去了啊。这个很轻的啊，这是随行的。这就是如果说像我们现在人啊。那把它做一个孔，做一个吊坠，漂亮啊！有些女孩子就做了一些手串，很漂亮啊。这两个碗，你说怕在家里面丢过去、丢过来、丢烂了啊？就把它卖掉是吧？是啊。这是窑变的，这上面全部都是手绘唐朝的，这是唐朝手绘的一个。罗入个嘞。我写的就更没做东西嘞。你写的。但是你要写的是孤单呢，啊，带你那东西可以带放下来嘞，休息下的嘞。休息下来。你拿单喽。卖完了不拿单嘞。不拿单，卖完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人啊。这卖便宜点，我说这些人才少，说三。你这个也便宜卖，也要，只要有人要就卖。啊。这个不是废品啊，奶奶。这不是废品，这古董值钱的啊，好吧？这个是八个唐朝的梅雨啊，唐朝的梅雨的，它的那个象征就是脸部很饱满的啊。那个时候的梅雨就是要丰满型的，不像现在的骨架型的啊，指甲就漂亮。这下这里有一个，这两个字啊，更玉就是房根里的东西。更玉就是防地运的嘞，那个头地运感可能是一些啊，这里这一边也是有更玉，都是手绘的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也是八个梅雨，天蝎雨啊。这里好嘞，这里好呀，然后一个建筑个艺术嘞。这个艺术好的。你看东西就健康的。这个一个，你个建筑好是手的做出来个。手做出来个啊！这里面还有三个小动物，这一样的啊，只是，这一个的话，它的彩绘上面就有点脱漆。这个你这上面很多地方都有些烧制的时候留下的一些窑变、窑孔、窑疤。也是八个梅雨啊，这下面的窑变很漂亮的。这个如果要装一点水的话啊，那更漂亮，它游过去游过来就有晃动感。这下面有个更玉。沙洲。也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也是八个人物的。起码有鸟进来，有鸟进来，鸟成了。
奶奶家这个碗还有鸟筋，有鸟筋状。它这个有十多公分，二十公分呢，高也有这么高。您说便宜卖是多少钱啊？那两百块钱。是一只两百块钱？不是，哎呦，没有这么，不是的，这是古董，很值钱的。这一对碗，我就跟你这里一起，像这个跟你这样算给您听啊。这里33.1克，这里就是我给您出600块钱，好吧？这个给您出600，这个两个碗的话，我给您出3600块钱嘞。啊，哎呀，你给我发财了！哎，发财，这个老板可以是吧？你说值200块钱，真的是以为是卖这个菜啊？卖十的。卖十呀，卖菜卖十的。嗯，您家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喽？都可以，老婆人。八九千，你先看看喽。那个明天腾天能把啊虚啊好好用啊，感谢了奶奶，祝您身体健康啊。